大家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，谢谢。立委洪慈庸与台中新闻局长卓冠廷才刚开开心心完成终身大事，不过网友的恭喜声却意外传到别人身上。网络媒体眼球中央电视台主播视网膜还特此在脸书上澄清，本人没有与洪慈庸登记结婚，谢谢大家如此容易看错，离谱。原因在于两个人实在有些相似，两人超级不一比，招风耳、浓眉、短发，甚至是类似的细黑框眼镜，相似度高达八成。应该是头的形状跟耳朵吧，但是我不知道，因为现在大家就是眼睛都有一点问题，然后感觉好像只要有眼睛、有鼻子、有嘴巴、有戴眼镜，就是一样很像这样。直呼根本是眼睛有问题。视网膜本人不仅否认与卓冠廷相似，还另外列举了明星与卓冠廷相比。那我觉得那个冠廷局长比较像黄子佼。三人同时比一比，同样浓眉与小眼睛，不过角度问题，卓冠廷似乎更像黄子佼一些。不过回头问问新娘洪慈庸，她有不同看法。我是觉得他们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，可能就穿西装吧。轻易看出两个人的不同，洪慈庸直呼哪有像，倒是卓冠廷本人传出已经约了视网膜一块吃顿饭，至于到底像不像，两人当面认清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